鉴定一下网络热门生物视频。好多人说你掰它干嘛，让它自己开不行吗？其实像这一类特别重瓣的荷花啊，很难自己打开，都得靠手给弄开。这是我09年在南京农大上本科农业实习的时候参观的一个荷花基地，你看我后边都是荷花。当时那基地老板就给我们抓过一个超级重瓣的荷花，先像这样似的拍它两下，然后扒拉开，当时把我们吓一跳，但是学到了这个知识点。泰国就喜欢用这类重瓣荷花做切花，这大花骨朵看着好但就是不开怎么办呢？泰国有一种手艺，就是叠这个花瓣，等于人为的把它开花了，同时花瓣一叠起来呢还更稳，不容易晃荡掉了，还美观。这个是说澳大利亚海滩上小龙虾泛滥。其实澳大利亚、新西兰每年都会有这种新闻。其实不是小龙虾，中文媒体老把它叫蹲龙虾，因为它英文叫 squat lobster。但是其实 squat 在这块不能取蹲的意思，它是矮胖的意思。中文学术界管这一类叫铠甲虾，这是中国海里的几种，它不是虾也不是蟹，而是跟寄居蟹关系比较近。澳洲沙滩上的那种呢叫巨群刺铠虾，它特别喜欢在海里聚成大群，有时候洋流再一撮合，这一群就更大，涨潮的时候给推到岸上去，退潮的时候就死那儿了啊，死因就是浪催的，没什么吃头啊，太小了，而且沙滩上呢一般都已经臭了。这博主说是他姥姥家的千年古井，龙的传人点赞，地下还有3公里长的龙宫。其实这个千年古井是1967年建的，在山东长平洼村，当时村里书记带着村民挖出来的，叫螺旋井。那个龙呢是2014年才安上去的，到了底下就是一大池子水，哪什么3公里长的龙宫啊。第一次见龙井的朋友对着龙井点两下沾沾福气，福气说我也忒贱了，点两下就能得到我。我马上直播带大家进入井底，我头像上方有个加号，把加号点上就能收看现场直播。你点加号了吗？没有。全球不知道，国外小伙在海边沙滩拍下的不明生物视频，满口锋利的牙齿，长得像海豹，就是海豹，叫豹海豹，能长得特别大，3米多长。它嘴里那些小牙呀，有好多缝可以过滤磷虾，前面那些大牙就可以干嘛呢？抓企鹅。这是海豹里特别猛的一个种类啊，然后在水里追，然后把企鹅逼得犄角旮旯里了，然后给它吃掉。但是没有海豹的四肢，前爪不就在这儿呢吗？贴着身体呢，后爪在画面外边呢，不能爬行。人家睡觉呢，大晚上呢。下回夜里3点，我们闯进你卧室，拿手电一照，你说大家看啊，这是一摊子，像话吗？视频底下一堆人问我说这啥，没腿，一肉咕噜，这博主没溜，你们也跟着没溜。 I love him, I love him, I love him。这就是鱼缸里边除藻用的那个淡螺，他想翻身，结果正好抓着一小胡萝卜，使不上劲儿，就成这样了。不是他在玩，你看后来抓着地了才翻过来。玉鞭磨木叶蛾，长俩大眼斑吓唬人的。Are you pressed? Are you mad? Are you upset? 多形炭角菌，长在木头上，我们家雨林缸那木头上就长过，很硬，没法吃，它的形状很多，所以叫多形嘛。这一个正好长成脚趾形状了。水猴子时间，娃娃鱼也是网传的水猴子原型之一，虽然这个观点不值一驳，但是这次借机说说它的另一件事儿。先看视频。这是大泥的卵，娃娃鱼的卵。娃娃鱼很大嘛，所以它卵也大，有的时候一个里边还有两只。这两个视频的拍摄者是一个养娃娃鱼的农户，我顺便向他求证一件事儿：娃娃鱼到底会不会像小孩哭一样叫？因为我看过大量的养娃娃鱼的、保护娃娃鱼的人都说娃娃鱼不会叫。湖南台新闻大求真就问过很多专业人士，有21年了都没有听到过它叫一声。对对对，我听到过娃娃鱼发出叫声吗？啊，真没有。你大概问了有多少年了？12年了，11、12年都没有听到过一声。没有。从事娃娃鱼研究近10年。去过很多的养殖场，也调查了许多地方的野生种群，采访了不少的养殖场主和养殖的工人，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听到娃娃鱼的叫声。我国呢有科学家也对娃娃鱼进行刺激，甚至是比较厉害的刺激，比如说电击，实际上娃娃鱼也没有发出这种像小孩一样的这种叫声。还有个电视台录过一片子叫娃娃鱼的叫声，说的是一个养殖户把录音机放在养殖室里，录了很久终于录到一声。这个是吧？但是我听着不太真呢，光是录音的话太好造假了，也没法确认就是娃娃鱼叫的呀。至于抖音上这些视频，就肯定是人配的音了，太假了。网上唯一一个靠谱的视频就是这个娃娃鱼吐泡。
音画都相符，这个应该是真实。但要是这算小孩哭的话，那我游泳的时候也会小孩哭。所以这回我问了一下养娃娃鱼的这个斗主，他也说娃娃鱼不会叫，被宰的时候都不叫。那为什么有娃娃鱼会叫这么个说法呢？其实来自古籍《山海经》里有个东西叫人鱼，说它音如婴儿，注意不是如婴儿哭。后来李时珍、郭璞之类的学者就把这个传说套在了大尼身上，有的说生如婴儿，有的说生如儿啼。我觉得第一种可能，这就是古人的讹传。你看他们还写娃娃鱼能爬树，前脚似猴，后脚似狗，这都不对啊。所以像小孩哭也可能只是编出来的。第二种可能就是人《山海经》说的只是音如婴儿，没准只是说娃娃鱼换气吐泡这个声线像小孩的，但是后世传着传着就变成像小孩哭了，这就不符合事实了。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。好，下回攒够一波视频再给大家鉴定网络这门生物。